疫情升温也让接种疫苗的人数飙升，只是打完疫苗要怎么吃也很重要。营养师建议可以多吃鲑鱼、姜黄等食物，降低发炎，增加疫苗保护力。吃一些蔬菜类的，对，蔬食方面的。大家都说蒜头跟洋葱最好是吃这个的，很多说煮这个也是打碎啊，是用那个果汁机打碎。 民众自我防护观念提升，营养师也建议大家打完疫苗可以多吃八大类食物，包含多喝鸡汤、大骨头可以抗发炎。另外，大蒜、洋葱也可以提升免疫力。如果想要增加血清素、稳定情绪，蔬菜水果也能多多食用。另外，补充水分也很重要，一天最少要喝2000 CC 的水分，才能维持体内电解质。在增加免疫力上面来讲，第一个一定要先均衡营养，就是定时定量这样子来稳定自己的身体。 每天所需要的营养成分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，它可以增加黏膜的健康。均衡饮食保护肠道，可以帮身体打造防护金钟罩。打完疫苗也记得有适当的休息，不要熬夜，尽量避免吃高糖还有重咸的食物，才不会让疫苗的保护力因此下降。报道新闻，胡少安、张永龙采访报道。把它固定在我们的背部。 看着穴位将药材贴上，再用背胶固定，这是中医的三伏贴，标榜冬病夏治，用来改善体质。避暑身体寒气，但今年碰上疫情，中医师提醒，贴三伏贴的民众要特别留意，尤其是刚接种完新冠疫苗的人。三伏贴以中医的观点是一种补法，那我们现在打的疫苗，不管是 A E 或莫德纳，它都会引发身体的一些过敏反应。那过敏反应会造成一些发烧、关节疼痛、疲倦。那其实这个就是已经有在发炎的症状的时候，是不建议贴三伏贴的。 三天内不适合，中医师指出，主要是因为三伏贴使用的药材具有刺激性，可能让疫苗带来的副作用，像是发烧发炎、关节疼痛更加恶化。市面上有非常多的像一些苦瓜、绿豆、薏仁，或是我们的仙草，那我们就是煮去选取比较新鲜的一些蔬果回来自己来煮取，那适当的服用的话，都可以减少夏天一些闷热、脾胃不振的情况。 三伏是指农历中最热的三段时间，开始时间分别是21号、31号以及8月10号。许多民众会在大暑来临前贴上三伏贴，然而除了刚打疫苗者，孕妇以及2岁以下的幼童也不太适合。民众在进行疗程的同时，都要特别留意，才不会让身体更加不适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。 疫苗开打后，很多民众都出现发热、酸痛的副作用，吃止痛药成为民众减缓疼痛的首选配方。然而，近期有传出有民众打完 A Z 疫苗后接连吞下6颗普拿疼，对此肾脏科医师表示，如果服用过多，恐怕对身体会造成极大损伤。我们吃这些药的目的是希望它减轻疫苗可能带来的不适感，但是呢，在身体没有办法容许的剂量的情况下，可能呢对肝肾。 功能都会受影响，甚至呢对胃消化吸收也有可能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。医师表示，感冒药或止痛药，民众在服用前都必须要查看是否含有乙酰胺酚的成分。以一般市面上的普拿疼来说，一颗500毫克，最安全的服用剂量，成人一天最好不要超过3000毫克，也就是最多只能服用6颗。如果过量，可能会导致肝脏损伤，严重甚至会重症以及死亡。这一波的疫苗施打的顺序。 大概都是以高风险、慢性病患者为优先。那偏偏呢，慢性病患者都是肝肾疾病的高风险族群，所以呢，在施打疫苗的时候，如果要使用这类型的药，其实一定要注意药物的剂量跟间隔。医师提醒民众，打疫苗前不用常规服用普拿疼，可别把普拿疼当作万灵丹。当有头痛，身体不适，寻求医师协助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。 打AZ疫苗现在又传出有新的后遗症，有眼科医师发现有上百位民众在施打完第二剂 AZ 后双眼出现飞蚊症，不过一个星期后回诊，症状就消失，原因到底为何？就是因为我们眼睛里面是有玻璃体填充在里面，那玻璃体它是一个透明的胶状的物质，那在使用的比较久的时候，它就会变质或是。 液体化，我们看东西有一点不均匀哦，或者是看到。
黑点啊、黑线了。医生解释，施打完 AZ 后，玻尿酸中的水分会自动释放到玻璃体，使视网膜产生混浊，大脑解读为飞蚊症。不过有98%的患者在14天后会自动痊愈，大部分只有单眼会发生，少部分的人两眼都有。这种情况，我们就是可以再观察个几个礼拜、或者是几个月、看这个飞蚊症会不会自己消失。而打莫德纳的民众目前并没有发现飞蚊症现象，不过注射疫苗诱发的飞蚊症不会引起视力变差或是视神经病变，民众可以先到眼科求助，不用过度紧张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。这一针等了好久 ，BNT 终于开打，但开心之余，医师提醒，打完的第二、第三天，最多人出现不良反应，一旦出现四大症状，就要提高警觉。假如有出现一些严重胸闷、胸痛，或者是运动会喘，或者是说他会有任何的胸口的不舒服，那宁愿都是扩大来解释。在第一季基本上发烧的比率比较低一点点，可能会是在5% 上下。那第二季的发烧的比率可能就会在1/4到1/3左右的这个比例。打完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，除了发烧、腹泻、肌痛，注射部位有些人也会疼痛。但 BNT 和其他疫苗最大不同，国际医学期刊研究指出是心血管不良事件较高，特别是青少年。根据加州大学研究，和心脏有关的不良反应，以12到17岁为例，第一季时女生只有2%，但男生最多12%。到了第二季，女生增加到13%，但男生暴增到100万人当中有94到162人会有心脏的不良反应，明显看出男大于女之外，第二季也高于第一季。你有可能会有一些心脏的事件会发生，不管是心肌炎、心包膜炎。这些可能性。那所以一般来讲，以国外的经验来看，尤其第一周之内可能要特别的小心。那当然第一打完后的28天之内都有发生的机会。无论 BNT 或是莫德纳这类 mRNA 疫苗，虽然第二剂不适感大于第一剂，但医师提醒，安全起见，打完疫苗的4周内是观察期，初期减缓不适要多喝水休息，要是再严重先就医再说。八大新闻马上许谦台北采访报道。18位玩八方，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